后面不用拉，后面不用拉。拉了不行，还得拿。对，这边走。第二个，这个可以的。不要拧这么多螺丝，拧一个就行了。下班了，几点钟下班了？没事，我们要干嘛？你妈还十点钟下班了，你跟我说。好，一了，一了嘛，下一个。没有了。那边那个不用吗？啊？这边这个不用吗？这个双轨呢？来，把那个兜上。把那个兜上。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要搞个专用的柜子，从专用的柜子上拿下来爬不？我说哪个乱穿？我个东西不要搞啊！哪个我那就不配用我个爬文机？现在把他们当傻子。哎，你表情不对啊！我操，你这表情有我在拍小视频啊！我操，你这干什么？你在营销？我操！他在营销我这。哎，刚才水漆要没拍清楚。啊？哪个人接水？哪个人接漆？你还要再说一下。来。那个接水，这个接漆，水漆。哦。我要那个透鞋是不是？你应该站在这里，可能是斜的一点。不是，你应该拍到那个接水的地方，你拍那个机子是不是？要近一点。没必要拍机子了，要近一点。没必要拍整个机子，你就只要拍它。没关系。螺丝那个主要的位置，就帐篷板。你把你拍个整齐，拍这么久。会剪切掉，你放心了，我操。好，剪辑。那给严老板那个透析。这边接水管，这边接气管。你怎么知道哪个是水，哪个是气的？啊？水管，气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没关系了。水汽没关系哦，他看不出现在这个管子，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了，我操，还指着别人接。先生，你接行吗？你不要紧张嘛，我操！还是调校好了。你不要紧张嘛。哦，等一下，把这个拆掉，把这两个管子拆掉。这样是吧？对。要不重新拍啊？取掉这个分孔吗？不用剪切。暂停。好要好、啊。你慢一点行不行？要透一些嘛。调压。那放到镜头下。调压。怎么装的就不用拍了嘞？你暂停吧。不能暂停，你不要紧张嘛，你先把螺丝套嘛，要跟他一起套下螺丝。也不想上衣。被剪切掉，你放心，这一顿不要的。他总共就四分钟，还把这些不用的他还留着嘛？他去包膜。你就放那里，然后你就故意拧下螺丝，就说明这是怎么。不是还有接气管，还有后面一步。不去，
也没事，好了，没打卧槽，工厂。你一直都没打。我也打手，打卵子。这个搞这个也打手术的。我操，你这不中啊！要不你这样。可以停了，早就可以停了，他把那拆掉了。可以停了，那把菜放你房子了。我和你是搞完第一轮，第二轮是单独去。你说地也很多，我不要这样。我从九十个。你说他进去。到后面去拿一下嘛。你这个两个是娃的，你要搞正一点嘛！我操，啊！他普通的都是。你要搞正一点不？他那风扇不用。要关了。要关掉。你上次开的关。这是娃的，那个自家那里都是娃的。睡觉去了，下班了。走过去了，一点，还有这么多。过来帮忙喽，50块钱一瓶。你听，他说什么？他就把电风扇关了。不是，他说电风扇开，记得关，要扣钱的，不要扣钱。我不知道买新扇子，所以我从来不认识用这个东西，首先，然后也是放水。反正他下班了那么晚，他也不跟了。中午吃饭了，下班了。对啊，那你们11点还是12时才下班吃？11点半，那能吗？毛线板筋他妈都是11:50就走了嘛。那下料早了，你吃干净。老子感觉，有几个秋华他们11:10，只有几个了，他不争不抢，他吃生菜的。可以了。我是最后成品。啊。OK。OK。这个改了吗？